晚加埋即係超市咧罰款總數係幾多？到今天下午，我們的核算為止，26场，25场沒有算今晚。25场，我们从第一晚开始罚款到现在，其实是超过7位数的，是过百万的。你知唔知你超市嗰时间已经超过咗12:11？哎，但是今晚不一样，今晚有3个嘉宾嘛，对不对？然后每个嘉宾一首半歌，那我觉得，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的围场，整个演出，其实我们这次的创作都不是从我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做一个让大家在疫情过后看得感动还有开心并且有这个正能量的演出。对，所以今晚大家开心就好。那你刚刚台上就提到说之后其实你很快很想在1年以内就是开你那个馆另外的一些演唱会，对对对，另外形式的演唱会。对，那你如果在1年以后，你现在不是就是要开始准备吗？你还刚刚才完成一个这么大的演唱会，不会很累吗？我觉得还要再看吧，看疫情的发展。就是当然，我希望我以我的状态，下个礼拜可以再开，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疫情的发展，因为之前有一些医学专家说可能会有第6波啊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是再看。看看多一点吧。那